快看我，哦，好厉害哦！我们现在要来拍回回的蛋蛋告别作，因为小回回要结扎了。妹妹，妹妹在那边，来，小回回，让我照一下你的屁屁，性感小屁屁，性感小屁屁，嗯，哎，蛋蛋在哪？蛋蛋在这里，对，蛋蛋，你的蛋蛋快要切掉了，来，站起来让大家看你的蛋蛋，小怀怀，看我，小怀怀看妈妈，不想理我，我们要切蛋蛋了，你要表现出蛋蛋的哀伤，真的哈，那怎么办？你要不要让我看一下屁屁，被杀一下？你真的对你的蛋蛋一点也不留恋，一点也不开心。然后看一下蛋蛋，啊蛋蛋，照一下蛋蛋，哎，嗯，好乖好乖，照一下蛋蛋。小灰灰说：“居然叫人家拍这种色情影片，我不要，我小灰灰不要拍色情片，我小灰灰不要拍色情片，小灰灰。”好吧，那我们就这样结束了。你再转头一下，要 end 了。小怀怀，转头看我，抬头抬头，不理我，不听话。我看，哦，好看蛋蛋，看蛋蛋，看不到蛋蛋了，下下来了，怎么办？下下。你看，这就是一镜到底，会很无聊，因为中间都不知道在干嘛，没有亮点。可是上次喝饮料的就很好。小怀怀，让我看你的蛋蛋。小怀怀对蛋蛋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唉，夏夏，我不。表现出猫的孤寂，嗯，动耳朵，动耳朵，不理我。张兆巧漂亮，比你本猫漂亮，今天的镜头好漂亮，比你本猫漂亮。